就是这个躺在板子里面，他就把这个板子挖坑嘛，你这个脚就是朝到这里嘛，相当于是就这样子的，是我们从这样侧面看过去，然后是这样的。我知道有食物，就是你那里肯定是有这样子的东西，就是样子有这样子的，只是说你那个尺寸可能要更改。
明白，所以我就，哎，你方便加个微信吗？这个号码。然后，因为我因为你肯定是搞一个设计的，肯定是专业一点嘛。因为我要把一个东西，因为我又不懂，我只是想要一个东西，你就会叫我画出来，我怎么可能画得出来？对，是是。而且有的。改一改是吧？明白了。那我先加你微信吧。就是我的意思是说，就像这种频繁沟通的，就是你就是会不会反感？因为有的技术就是他觉得这样。我跟你这个 I 是不是不一样的？我跟我发现你这个 I 是不一样的。你这图图，你这图用的一样的吗？这不是一样的，哪一样？这个底下的 I 我感觉放大了。Thank you.
六二六六二二七，二六六二二七，二二七，二六六二二。